羊奶还没喝了呢，胖虎哪去了？胖虎该喝奶了，要找中碗找奶，中午奶晚奶。走、哦，英俊，英俊，英俊，你说你说，百猫丛中你最好分辨，竟然不答话，你才叫唤，晚了，你可以下班了，走了，来。来，嗯，过来吃了，过来吃了啊，大帅，快快快快走几步，这不是哪只猫都能吃的，我现在后面看着，菊宝，菊宝咋的呢？在那后面看着呢，这里面有三样美食啊，最底下的是羊肺子，然后上面是猫条和营养膏。菊宝，你不吃也不离开。灿灿，你咋不吃啊？他们有的可能是舔完猫条、营养膏、羊肺的，我不吃了。大部分猫不爱吃那羊肺的，能吃的就吃啊。宝宝，宝宝，菊宝，你在那等啥呢？嗯，等加餐呢。胖虎，胖虎，胖虎，嗯。胖虎来来来，胖虎来来来，嗯，给营养膏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？嗯，快快，我说挤多了有点儿。对对对，你们不吃那个羊肺子，我像，嗯，快快快点，我像，好看，快快快点啊啊！我像没吃到啊，那好看就请现成的了。几条偶像没吃到，那快偶像，赶紧吃。嗯，咋了？那舌头打卷了？来，胖虎，胖虎，没打灯，胖虎，对不起，你脸了，太黑了。嗯，好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平时不愿意和他们一起挤着吃，主要是有那个他不喜欢的李宝、菊宝。站着也没吃肺子，就吃，嗯、啊，吃了没？没有，给。我去，菊宝，菊宝，你吃肺了没？菊宝，快点，不来啊，不来给好看。哎呦我去，这好像啊，那尾巴还挺有劲儿呢。人家都用尾巴赶苍蝇，你赶我干啥？走、啊，灿灿给。这家伙灿灿，你要不整点合口的东西吃，那视频里。你老不进来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胖虎，我像你俩吃完了不吃了？胖虎，胖虎，胖虎，主要是你这家伙，你给胖虎代言呢？偶像，吃吧。偶像管怎么还能吃点主食罐头？对，这么长了，偶像，快快快快，嗯，哎呦好，我再给胖虎点。胖虎呢开始洗口了，擦嘴了，没吃完呢，快快快，你平常又不吃肉又不吃罐头的，嗯，在这儿呢，胖虎，胖虎，别走别走，快点，你去，你架子太大了吧，快吃吧，掉地了，能吃不？其他猫要蒸，快快快快，胖虎快捡着吃。哎呦我去，太有架子了。菊宝，菊宝，菊宝吧，菊宝刚才一直也没吃，营养膏吃吧。白富美那个胃口好，吃啥都吃，我就不用惦记了。偶像还不走呢，还装着很无辜的样子啊。这个视频先拍到这儿了，好看啊。再见不？啊，再见，好的。